人呢？他们怎么又不见了？哦，平常人不见就算了，今天要毕业典礼，人还给我跑去哪里啊？给我一个 tempo， 要要要要，我们是一个班级，谁都不能缺席，走，去收服他们，要。到了。话没说到。哎，跑什么跑？过来过来过来，站好。又是你们，每天都这样迟到。还叫猪啊？哎，雨辰做什么？你这什么样子啊？贩卖电器。现在都几点了？每天都迟到。教官讲过多少次了？每天都这样。教官在讲话。汤浩，就是你。教官在讲话还在吃面，给我立正站好。陈雨辰。哦。好，搞不清楚状况吗？每天都要教官这样子骂。还笑，每次都看到你，你这些人，每天这样子迟到，学校的规定都不在乎了吗？不要再笑了，我回去给我好好检讨。哈，又有他了。建成上，抛物线的标准是 S 平方等于四 c y， 被公司就有分数了。哎呀。A 加 B 的平方等于 A 平方加 2AB 加 B 平方，这一题我会考。回来了。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这样我考不到。在图书馆里怎么可以这么大声？建成上。cos 等于 sin cos 减 sin cos， 我教过了，你会就好了。回来吧。建成上，建成不在，我自己来。出来了。